扁鹊见蔡桓公是出自韩非子于老的一个典故，主要启示后人对事不要过于自信，要防范于未然。相信这个故事很多人在小时候就造了，但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被称作蔡桓公的人，那么历史上的蔡桓公是假的？据考，历史上确实有个蔡国君主叫蔡桓侯，和蔡桓公的名字挺相近的。不过这位仁兄死时比扁鹊早上280年，而且蔡国灭国，扁鹊也没出生。如果这两人能相遇，那一定是穿越了。后来经过专家考证发现，这个蔡桓公就是齐桓公，但不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，而是战国时期的齐桓公。因为齐国分两个阶段，一个是姜氏齐国，一个是田氏齐国。扁鹊见的就是田氏齐国的齐桓公田武，所以历史上确实有蔡桓公其人，只是真名叫齐桓公田武。